你说你装什么深沉，不就是缺钱吗？这把脸耷拉到地上吗？不行啊，这钱我不能要。这阿毛家里还有两个老人，还有老婆孩子，这磊哥家里就剩一个老母亲了，情况我都清楚。新住家里，哎呀，行了，之前看你没这么破破烂烂，我们平时都给家里寄钱，不至于少这点就饿死。赶紧操心你的事儿吧，快收拾，要是不够的话，我们再凑。快数啊！加上我的，一共249。早知道我平时就多攒点钱了。瞧你那抠样，再攒你不吃不喝算了。手术费应该是够了。剩下的也不着急交，我再想想办法。没事，我们哥几个也想办法再借点钱。对对对对。兄弟们，谢谢了，这份情谊我肖正生记住了。哎呦，别在这儿惹我麻烦。我跟你说啊，赶紧跟连长请假去，明天去城里汇过去。对，抓紧电回，这样到得快，别心疼几毛电报钱。对对对。那我行，你快去，谢谢啊。